奇葩神人，终极刘德华。哦，那是你耶。哦，对啊，我小时候。怎么转到这一幕，突然有点难过、啊。炸裂应援，小白来了。炸裂陈子豪，一起炸裂陈子豪。好消耗体力哦。脸都白了吧？终极刘德华。哎呀，说话老德华。下一位。自己是老大我的，可能他因为当场在球场唱那个歌啦，对啦，哎啦，拍手啦，因为球场里面哦容易看错，认为他是刘德华，因为太远了，哎，对对，一枪产生没小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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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白本人，小白本人，小白本人，先好，那个汉典好，看到本人了，在球场老是看到你，男生怎么会变啦啦队啊？哦，没有啦，其实我是应援团团长啦，就是因为每个球队算是 MC 啦，对对对，算主持人，算 MC， 但他等跟啦啦队永远在一起，对呀，所以那个香香的味道你都闻，法香热区的味道都有，法香热区，就他们强迫我闻啊，对，因为我都要站在那边嘛，那刚好都跟他们坐很近，然后他们就想要故意靠近我，你看他兄弟哎的球迷，那小白也坐很久了耶，顾啊。我做了八年，从球迷开始哦，对，从喜欢看球，我们对他有印象的是那个 one two three four 炸裂，陈子豪一起炸裂，陈子豪。这就是你花名的口号，是我跟同事一起思考的。对，那动作就是跟老师讨论，然后我们找歌曲，然后去做这样子。你是教圈圈这个圈圈跳这一个吗？大家一起，大家一起。酸民啊，或干嘛？哎呀，那个很恐怖哎。球场那摇起来，而且你那个位置最好被摇过来，对呀，对不对？你经过这一段才能够到达球迷之神，因为他懂得一件事情，已经跟球迷站在一起了。知道台上这些都你们的菜，对，我不会偷吃，都不会，我不会让给你们，也不算球迷之神啊，就是说只是跟球迷在一起的阶段中，就像刚刚宪哥讲，你了解球迷的需求，你试着跟球迷站在同一个方向，用同理心的方向去思考这件事情。对对对，当时为什么会去嫖？啊，没有啦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人家骂他，不是啦，不是啦，黑他，人家有人还把他照片贴在球场的厕所，对了，各位，你以为贴在墙上吗？不，贴在小便斗，贴在那边干嘛？大家这么气，请他喝尿了吗？喝了吗？你这过狼关了，好的吗？是你自己在厕所发现的吗？没有没有，是联盟的工作人员有一天突然就是跑来找我，跟我说，哎，那个有一件事我必须很慎重的跟你讲，然后就很多人围着我，我想说是警察要跟我干嘛吗？对，过来闻你身上有没有尿味 ？Good smell， 怎么这样？就是跟我说，就是有人把你的照片贴在厕所里啦，然后就是写就是你什么一事无成啦，然后为了要争取这个荣誉啊，然后不惜就是把自己弄得很卑下啦，然后来进到这个团队里面，然后进来干嘛的？贴在厕所，实话总是伤人。对啊。哇，那个人真的把真话讲出来就对了。啊，如果度过这种酸民的一个对待，像怎么撑呢？酸民对我的话就完全没有作用，因为我比他们更酸。对呀，对呀，你这一发臭，全台湾最酸的酸民，老久了，老臭到一个一个人对抗500酸民，太厉害了。哦，酸民好怕我。换个角度思考啦，应该这样讲，如果是建议跟建议的东西，我们放建议啦，都是一些贱话，对，所有一些贱民的贱话。就是我觉得人不红，人家也不会批评你啦。我觉得是这样子啦，换个角度想啊，对啦，招妓，所以你嫖妓？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真的没有，纯粹路过而已，没有，真的没有进去。人家因为不管什么样的话，都会拿出来诽谤他了，对啦，对不对啊？他们这个当啦啦队哈，应援团团长很辛苦，一直吼呢。哎，球员打棒球的时候，还只是赛半局而已。在那里守备晒半天，等到哎进去就坐在里面休息，可以休息啊。打击的时候嘛，是啊，对不对啊？他们从头站到尾，叫到最后应该都破喉咙了啦。哎，很容易，对啊，很容易。他那个打亚军呢，他难过到哭了。你也会在球场哭啊？就跟着啦啦队一起哭啊。啊，后来终于拿到冠军。对，总统召见之外，还特别说啊，你就是小白。哎，有都有，就是还有吉祥物跟那个啦啦队都有，对对对对。OK OK， 当时怎么样？说什么？台湾的现在看棒球文化，
已经分了两种，一种是看球赛，一种是看啦啦队。那他意思就是说，啦啦队跟应援团都在球场扮演很重要的角色，再加上这一次的那个国际赛，就是这个经典赛，我们有去，我们有去应援，这样子，对对，然后让全世界看见台湾的应援是一个很棒的文化。看影片好不好？来来，为什么叫中职刘德华？对呀，我才来了，有一个原因的。哎呦，这个虽然是我才。转到这一幕，突然有点难过。你在球场唱还比较像翁立友。对，这个角度来讲，好想点那个我问天。哎呦，我问天，人就这样啦，会懂得选择战场。结果现在在球场里面啊，所有球迷没有看到球队没有来，没比赛还没什么。对，小白没理没过来的话，嗯，球迷马上离开，少一位啊。姜子明，姜子明来，味道不对，还是要有人。我用这么尊荣的角度，可以了，谢谢，好不好？说这一段，你要多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你要看到，因为棒球是我们的国球嘛，对，对不对？打输了以后，我们就是找你。对，压力很大。来，炸裂应援，小白来。我先跟大家分解一下动作，动作非常简单，对，就是把你的右手借给我，然后右手借给我，那动作简单，我们就是拳头就是上下上上上下上上，对，那搭配口号就是炸裂陈子豪，一级炸裂陈子豪，炸裂陈子豪。一号重炮陈子豪，所以动作要大，动作要大，然后气势要强，气势要出，对对对，越大越好，对，把炸裂声音炸出来。好，老师，音乐，谢谢。Let's go。好嘞，请把你的手机给我起来。